樊郎二位告知高剑雄、高剑虎，就说贫僧拜火在荣顺王府。去吧，他应该同意让我跟这位女施主聊一聊。深夜讨扰，贫僧失礼了。闻道过去经常谈及大师，今日有缘幸会，晚辈有礼了。不知大师深夜莅临，有何贵干？想请施主救一个人。大师，晚辈不日将重为官妓，何谈救人？他不是被大师。程施主现在并无性命之忧，我想请姑娘救的是他的心。什么意思？人心本该向善，不该向恶。仇恨便是程施主的恶，而姑娘却是他的善。佛曰：前生五百次回眸，才能换得今世的一次擦肩而过。姑娘跟程施主是有缘的，如此错过了，可惜了。大师，我不懂。姑娘，程施主一心想复仇，他的心已入了魔掌。唯一能让他回头向善的，恐怕就是姑娘你了。大师，我和文道都已是身不由己之人，即使再相见，我不知道。现在是来告别的，一定。
对不起，好歹你要记住，如果你有意外，我绝不独活。不，如果发生什么意外，你都要活下去，要好好活。贫僧此来，就是想帮你们离开。这样的结局，难道不比你们两个人分分赴死要好吗？大师，你为什么要劝我放下屠刀？为什么不干脆去见明德自杀？以谢天下的，难道我程家上下三十二口人就该死吗？ 你真的想带你旁边的这位姑娘一同走上修罗之路吗？但是我们的生活已经被仇恨填满了，就像我道说的。 这条仇恨之路，即使他没有走完，我也会替他接着走下去。大师，回少林吧。 佛陀在走之前说：“这世界真美好，我没见到。”真能再见到你，真好，姑娘。 你会后悔的。
真真，如果有来世，我会拿着这只竹蜻蜓去找你。那时候，你还会记得我吗？来，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啊！啊！哎呦，恭喜恭喜！里边请。恭喜啊！啊，您请，您里边请。恭喜，您这边请。来，各位坐。恭喜明大人高升啊！来，跟满人。下官在此献上两幅字给大人，请大人雅正。你选的字一定不会错。啊，是。两袖清风，明大人，这四个字不就是您一生的写照吗？您为官多年，南京城里的百姓无不夸您廉政爱民呐。这第二幅，我怎么越看越像个穷字儿啊？您太会说笑了，难道您还会穷吗？啊？今天是我的好日子。你胆子不小啊。大人言重了，我只是来送礼而已。替谁送？徐阶。你好大的胆子。放开！长江大堤是百年大计，这种昧良心的钱你也敢贪？你上对得起朝廷，下对得起南京城的百姓吗？放开我！能得为官一方，岂能容得你们这些奸佞小人为非作歹、逍遥法外？大胆阉党狗贼，竟敢公然污蔑朝廷命官！拖出去！拖出去！拖出去！狗贼，放开！哎，都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来人，在。你去告诉建雄，明大人的礼一概不收了。是。您消消气儿，二哥。哎，干了。唐公子，里边请。站住！放下。高大人，家父唐林派我将此铜鼎献于明大人，恭贺明大人高升之喜，可否行个明大人有令，任何礼物不能入厅。高大人，这真是个好东西，鄙人还想亲自向明大人介绍。来吧，我带你们去偏院，跟我来。
不。好大的阵势啊。此鼎是何来历？上古铜鼎，唐家代代相传，此番献宝鼎于大人，并不是因为它贵重，而是因为它所蕴含的寓意。还有寓意？是。说说。我华夏自古以来皆以铜鼎象征权力与贵气，此番大人赴京，国之重臣，只有大人的贵气才能配得上此铜鼎。青铜盘龙纹，我也只是过去在古书上所知。哎，这真家伙确实难得一见。大人，鼎内还有玄机。还有玄机，是你，大人，您没事吧？拿下！
救。陈文道，虽仁义信，既结为兄弟，则同心协力，救困扶危，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。高剑雄、梁秀、陈文道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皇天厚土，实践此心，背义忘恩，天人共戮。你姓范，嗯？我爹在他们手上，是命的。他们已经追到后山了，走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往哪儿走？这是应天府，他们几个锦衣卫，外边几百号人，咱们出得去吗？他高剑雄一定还会再回来。就在这儿等。倒是这只铜鼎得给我看好了，这是个好东西。给我备轿。是。上。
走！你听我说，我知道我们高家对不起你们程家，但我希望你能明白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明德。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们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 记住，你给我站起来！文道，我求你了，看在我放你一条生路的份上，放了我爹，要杀，杀我。高剑秀，我不要你的命，我也不想杀你爹。咱们俩做个交易吧，把我杀了明德，我就放了你爹。 金秋，你不要听他胡说。高金秋，中军都督的兵符在你们高家手里，杀明德对你来说是易如反掌的事儿啊！杀了明德，朝廷也不会放过高家。你想让我杀明德，再让严党灭我高家，是吗？杀了明德，你还有机会不杀明德？我现在就杀了你爹！文道。 高剑雄，你想一错再错吗？你想一辈子当明德走狗吗？文道，照顾好我爹。 传什么令？正如佛家所说。 由爱故生忧，由爱故生怖。你只要心中还有爱，你就一定还有弱点。啊！
我知道，他陈文道想用我的命换你爹的命，对吗？你想，但不敢，对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明德，因为你是有欲望的，你离不开我，对吗？我不想杀人。不，如果你爹和我必须死一个，你选谁？走吧。去哪儿？去死。拿我的命换你爹的命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他程文道等不了多久。二位贤侄，听伯父的话，趁他们还没来，赶紧跑吧。生为人杰，死为鬼雄，你现在让我们跑，那我们就不来了。伯父，我今天再叫你一声高伯父，你怎么下得去手陷害程伯父呢？你们可是结义的兄弟呀。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跟你们说，程宿的能有今天，完全是他自作自受。要不是他，明德能有今天吗？文道，哎，文道，文道，我爹待你亲如兄弟，这么多年我亲眼得见，根本就是你自己想做忠君都督，所以你才出卖了我爹。贤侄啊，不是你说的这样，你不懂，哼，你不懂。二哥他们走多久了？快一个时辰了。听我说，简兄他杀完了明德，你们不信，你看。不一会儿，明德就会押着剑雄回来。你们想想以后怎么办？还有以后吗？没有以后了。今天就是以后，高伯父，你的以后只有今天了。剑雄真的杀不了明德。他杀不了明德，我就杀了你，我就当着他的面儿，活剐了他爹。你是疯了吧？
车大哥他们跟哪儿来？四峰，我们下去九次大哥吧。下去又能如何？等等看。文涛，一会儿如果高俊雄没有杀他，把他带过来，你去龙道。一会儿如果高俊雄没有杀他，把他带过来了，我就捅死他。文道，你不能真杀了他，真的不可以，不能出人命啊！他把他带过来了，就是没想杀他。他如果没想杀他，你以为咱们俩这么吓唬他有用吗？啊？不能真杀他。他要真杀他。他就把脑袋拿来了，他不是杀不来的，他有那么难杀吗？你没，咱俩这么比着他，等他走了，说回去杀，完了把人带来了，那是真想杀吗？那是想骗咱们俩把他放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他要是真那么弄来了，我就捅死他。我跟你讲，你没听明白我意思？你只能吓唬他，你要真把他爹杀了，高先雄一定疯了，不可以，真的不可以。我还管他疯不疯？我现在是疯子了。不行，你待会儿用我这把刀，我这把刀大点，你这把刀是小的。我待会儿我就拿这把刀，待会儿我就劈死他。滚蛋！就剁死他。骗你！我这不是来了吗？我把人头给你带来了，急什么？杀了他！剑雄，他让你杀了我，为了救你爹，你杀我，我绝不怪你。快动手！程贤侄，你竟然劫持朝廷命官，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。